蜘蛛人在高楼间任意移动，看似帅气的动作让不少人争相模仿。不过现在却传出有学生因此发生意外。去黑的校园内，一名男子躺在水泥地上动弹不得，他身上穿的正是黑色的蜘蛛人连身装扮。救护人员到场，紧急对他进行 CPR。男大生在3号下午5点左右，疑似在5楼宿舍阳台 cosplay 蜘蛛人，想来个自拍，不过却不慎失足坠楼。他当时是穿什么服装？穿绿色的蜘蛛人紧身衣。紧身衣，后来是整个脸朝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整个脸朝下，还有戴着头面具。男大生送医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，不过还能看见宿舍楼下的地板散落着蜘蛛人装备及斑斑的血迹。不幸丧命的李姓男大生是马来西亚籍，就读休闲系，在海星班相当活跃，除了示范国际礼仪，平时也喜欢角色扮演，脸书还抛出他扮演东方和西方僵尸的自拍照，衣橱内也能看到多套蜘蛛人的装扮。他有跟学生，有跟同寝的学生说他要拍照，他只有这样子讲。宿舍外已经拉起封锁线，警方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，不过因为角色扮演太过头发生意外，令人不生唏嘘。记者陈梦辉，彰化报道。